学生励志文，我励志，我发愿，我相信我是一个对世界、对祖国、对大众有益的人。我相信我是一个爱学习的人，我是一个上课认真听讲、努力完成老师交给我的学习任务的人。我相信我是一个上课积极回答问题、表达能力清晰的人。我相信我是一个勤俭节约、珍惜粮食的人。我相信我是一个爱护动物、珍惜生命的人。我相信我是一个心胸宽广、性情平和、不发脾气的人。我相信我是一个有大爱心的人，我是一个爱祖国、爱世界、爱自然万物的人。我相信我是一个感恩的人，我感恩老师、感恩父母、感恩爱我、帮助我的人。我是一个感恩一切的人。我相信我是一个充满智慧、充满正能量的人。